叶思成这么友好呀，但伊的爸爸失踪这么侪年，即马出现啊，伊哪有可能无回来台湾？这不是足奇怪？为什么叶柱成你袂当出面？叶家一定有人出了啥物？不管你小妹到底怎样话，管好伊的意思，伊若是甲我规条，我绝对会拖伊做伙陪葬。你搁去抓到曹某这个小查某？我无在条对付伊两年嘞，偌恐怖！我给你半点钟的时间，半点钟以后你若是无出现在我的面头前，待你亲爱的姐姐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我就唔敢保证哦。我会当温存你保护伊只，不过你不能去抓左凯啊。叶志成这么友好呀，但伊的爸爸失踪这么侪年，即马出现啊，伊哪有可能无回来台湾？这不是足奇怪？为什么叶志成你袂当出面？叶家一定有人出了啥物？不管你小妹到底怎样话，管好伊的意思，伊若是甲我毁掉，我绝对会拖伊做伙陪葬。你搁去抓到曹某这个小查某？我无在条对付伊两年嘞，偌恐怖！我给你半点钟的时间，半点钟以后你若是无出现在我的面头前，待你亲爱的姐姐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我就唔敢保证哦。我对何丽确实有淡薄意见，等我想好啊，要是时间到啊，我就会跟您讲啊。王心怡这个女人，不处理掉不行。你跟叶文聪是不是私底下要签什么新的新约的代理款？我有跟叶文熙签保密条款，谁想毁掉？你别为难我啦。你想弄，都不要紧啊。你姐姐有好了。二是叶家内底有人破病，叶文聪才来找你。只要咱对我病情一点帮助都无，安尼我看有法度继续经落去。心理主动讲，讲出来，我来替你研究，无得讲，下当甲你斗相共。